其实我是我做音乐大多数还是告诉大家，这确实是即兴。那今天的这段即兴也唱完之后，我也不知道会什么效果，但是也有可能，但是我唱完一遍，我就会记住，也许在下次的这个唱片里就会用到这段即兴，然后我也可以把题目命名为你刚才说的这个大厦。KLCC。KLCC。好，为大家再演唱一首。